大家好，我是董哥。今天接到一个粉丝的硬盘啊，刚才有点水上去了。故障现象是该硬盘是早些年的笔记本电脑硬盘，电脑摔坏了，只剩下硬盘，可以连接到其他电脑，但读不出来。那这种只要是他把电脑摔了，哇，董哥拿到手里已经看到了，这电路板已经凹凸一个坑。那这个受到的很大的力啊，撞击的，我们听听里边哈啦哈啦响，这个磁头已经坏了，但盘片有没有问题不知道，得要开盘看一下。不管怎么说，董哥一定努力想办法把这个数据给它恢复出来。这里边有这硬盘岁数也不小了，这是06年的硬盘，算吧算吧也十几年了啊，所以说通过。董哥的这个妙手回春，帮这个粉丝把这个数据恢复出来，这是童年的回忆，看能不能找回来他童年的回忆啊。好的，我们先到这儿，一会儿给他开盘看一下。好的，当个董哥妙手回春，然后用了2、3个小时，把这个粉丝的数据抢救出来。你看，时间很久了啊，10年的，都是很老的了。我们随便给它打开一个，看看能不能看到啊？哦，还行，好，那这个粉丝的数据完全没问题。好的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再见，拜拜。